真假红龙大对决，到底谁才是最真的红龙？请锁定本次的转播。早想玩红龙，平手。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Fuck， 大爆炸！啊！我有些新的武器能让你雇佣哦。What's this？大骑士很努力了，呵呵，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嗯，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，我雇佣一名手下。嗯嗯嗯，不知道，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太烂了。赢了，因为我的手下比较少，所以他杀的手下比较少，所以我的这个比较大，充满了逻辑性。继续保持下去。可以给我龙吗？谢谢。我还有输当，一局，大骑士万岁！可能是这张哦，攻击力比较高一点，这张跟我们的龙比较搭一点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可能他没压英雄能力。讨厌！
过得还好吗？这个世界危在旦夕。我的盾会安死而绝。七七七七七七七。想不到喵等下这被 buff 了齁，撞这个 OK 赢了赢了 OK 卡雷变成42了，还蛮重要的，对啊，我们把他打死哦，这战吼，这是战吼，我要牺牲两滴血吗？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接下来的魔术。我应该，我想拿这张啦，因为打十一。可有这个棋打十一，应该也算 OK 啦。赢了吧，整战怒吃龙再次变大，表现不错呀，战吼战吼，哇靠，没有战吼，哇这是龙，我个人认为要这应该起这一张吗？这最小，完全的腐化，完全的力量。少 buff 一次，哇，好像是，哇。狙，战吼，我应该在等吧，我应该不急着升级吧。我干他六星了，这什么状况？战吼，这也是一个战吼，不要吧，这是一个战吼。应该给圣盾呢，这是正确的战术。老鼠少一只啊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多卖一个老鼠？你在讲什么？
想要卖一只十几的大龙，然后为了多贪一块钱吗？不是这样吧？先六三再放四四，我要上多头啊，十亿，哦，十亿的确好像有打错，十亿有打错，赞赞，这只很关键呢，他死掉算是不幸中大幸啊，不然他两个拉着我长起来。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我也不太喜欢你讲话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寒风指引我。啊。我要敲到最烂的，天哪，最大价值。狙，全吃，三条龙，哇！应该还是要啊，嗯，红袍还是很好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如果真的很衰很衰很衰的话，好像也不会输，就里面有两个毒之类的。应该吃鸡了吧？应该吃鸡了。他搞不好会被死人打死啊！那他之前也打出死意啊！吃鸡吗？还没。真假红龙大对决，到底谁才是最真的红龙？请锁定本次的转播。到底是你还是我呢？他有什么啊？搞超久没遇到他。怪物报告。这边的问题是，应该是绝对是他最后吗？所以应该是拿他。嗯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因为他等于说是五五圣盾。有毒，来，
来，七七八一是不是？七八一还蛮大的，啊，死掉了！哈哈总算吃一场鸡了，赞赞！我才是真红龙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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